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五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五场国战的话，由森赛穆尼奥、悠悠奖、小楼听雨、月月如和嘉安坊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边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先看第一局，第一局的话，一个扎叔啊，黄叔啊，黄叔配祝融啊，配女王，二弟都不要了，这就行。喜欢女王范啊，喜欢女王范，这真是重口味啊，重口味。好，那么这里一号位弃完牌之后有毒条啊，有毒条。那么紧接着大梨子跳出来，一扫二，我当要替天行道，发个盖啊，这个，哎，把这么好的一个武将这么扫的就放出来六，简直是啊死害。按照道理啊，这种武将一般说到后期啊，基本是百发百中的输出啊，百发百中的输出。这个出来的有点过早了，过早了。这顶多就是打工呗，反正我们的主视角属性已然决定 K 哥是打工仔啊，打工仔。那么那边南蛮入侵，我们啊注意啊是低调啊，低调，没有巨象，没有巨象。那么现在恐龙跪了之后啊，交给你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刚才他弃牌的毒条就是李章的那个毒条了。现在整体啊，整体这就抗无了啊，抗无了。黄盖还继续，请鞭笞我吧。共情啊，这没有闪啊，没有闪。其实可以考虑留一留啊。这个开局啊太浪啊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那么司马这边怎么个意思啊？勒布苏尔都气了，现在不动，打魏国开 AOE。我们目前的话，反正低调呗，低调呗。注意啊，开局是激情的一会儿，但是这。局的进度也还远远没有啊，没有这么快啊！且听我最后一言，直接控一下六号位的距离，这样的话独菜保一保自己。大乔跟司马刚上啊，刚上，大贝哥还继续搞啊，继续搞，天灭！那么六号位要吃刀了，吃枪子了，吃我一击！哦，拿桃啊，拿桃，先拿个桃子，当然啊，这桃子拿的没有问题的。打了一个无懈，吃我一击，这是我还是女萌啊，女萌武将。那么现在整体的话，这一局的整体局面比较轻松了，那自然而然就是刚无呗，刚无。那么这个时候出来刚无的话，我们就先跳个贝贝，哎，让大家放放心哈，皇叔哈，皇叔，对吧？你有皇叔吗？哎，想要怎样的皇叔啊？想要怎样的皇叔？苦不胜心。当然目前这个状态啊，吴国你肯定要吃菜啊，你肯定要吃菜，你不吃菜你还想赢，压根不可能啊。下次处一点，司马很尴尬，表示我操，这怎么拿，那先拿过来再说呗，万一还能摸个盾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继续刚吴呗，这吴将反正说着副将可能有个周泰啊，可能有个周泰，两个人都同时说副将，有可能周泰啊，是吧？这个阴魂呢、啊，啊，猴子啊，时候未到，简易挂旗。这里的话，我们继续低调行事啊，低调行事。七号位不动，八号位的话继续弃牌。一号位冰凉寸断，控住田丰啊。现在大乔啊，你这里的话如果不动的话，不把乐不思蜀啊撒出来啊，你基本啊，这个你不达到控场的目的是不太行的，不太行的。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啊！这是手滑了吗？女萌手滑，离线了。当然啊，他不离线，这一局啊，应该来说也是整体把周泰给刚下去啊，肯定是刚下去，对吧？你女萌克己也没什么防御能力啊。也没什么防御能力，基本三 v 二的话，最后肯定是四人麻将局啊，很少啊，除非你二人的技能相当强，相当强。那么大乔这边的话，我们现在是找了一下大乔，且听我最后一言。那我们贝贝在这边嘲讽，应该来说目前啊是最最低的，最最低的。那么还藏了一个主将祝融夫人啊，祝融夫人那边的话，香香炸出来都好评啊，这个藏的好评啊，他后期爆发，这个时候动一动的话基本还是
666的啊，666的。那么我们刚才啊，这个整体啊，刚才这么打的话，强行给了一波香香啊，给了一波香香，但是没想到人家藏了一，没想到他藏了香香啊。那么最后啊，还好没有大崩盘啊，没有大崩盘。其实我们那个大仁德那一次啊，给的可能过于多了。你应该来说，贝贝到了最后这种打法的话，基本很简单，一人发一张，对吧？我谁都不招惹，我只顾着自己仁德回血就行了。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你们互相去那边，我们就坐等决赛啊，坐等决赛。哼，看我的厉害！有杀吗？南门入侵，大象很厉害吧？他要吃菜吗？这是蔡文姬啊，蔡文姬这个时候就是强行要。那个了，以德服人。哎，南蛮这边就是仁德刷一波，这个组合、啊、不用我多讲，对吧？皇叔的那个优势就在于哈、啊，将面嘲讽低啊，然后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那我们这里强行回一波血，但是田丰这边不好杀大乔啊，人家有琉璃配消击，你怎么打不好打。所以的话，刚才一波过拆啊，有点伤，直接把那个拆掉。现在危险了啊！现在危险了，现在危险了啊！这尴尬了，这尴尬了！你不明的撸，先撸我们，你去撸田丰这个什么鬼，对吧？你这撸的什么鬼？当然，当然啊，那个也一样的啊，也一样的。他去杀我们，田丰去大悲哥，到时候一样的死线，八大的牌。所以的话，这是一个悖论，你想杀谁都不太行。最后南蛮带香香，就这么依靠这个南蛮磨死他，磨死他。最后的话就轻轻松松一杀带走蔡文姬。所以啊，武将身份啊，这个嘲讽低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有优势啊。独苗嘲讽啊，一个首先我们独苗啊，刚才这一局，然后的话其他就是不用多说了，嘲讽就是低啊。贝贝在这边，好，那么这一局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魏将啊，看一下第二局。好，那么第二局的话，我们看一看啊，是李典加司马啊。这一局就持久战了，一号位上来顺顺转羊，二号往八号位身上，这么浪的话有队友风范啊，有队友风范。二号位看一看，五谷丰登炸一波，我们直接拿一个藤甲，司马拿藤甲，这个，当然啊，我们主视角我不知道主视角怎么考虑的，有可能怕藤甲被别人拿到的话，到时候我们的旺系注意南蛮万箭什么的啊，被人拿到之后我们就不太好发挥了。下次注意点，这里夏侯惇强行撸我们啊，强行撸我们就尴尬了哈、啊，就尴尬了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以逸待劳刷一波，以逸待劳再来一波啊，再来一波。这个队友这么强行撸我们，真心不知道怎么想的啊。然后他也没有发表言论，那我们强行一波打铁锁，九雷杀一波带出去啊。最后冰凉村段整体开局优势还不错，呵呵，这就尴尬了，这就尴尬。不过还好，我们这个冰凉还是可以控的。那么飞影带出来，各自带加一啊，各自带加一，沈佳宜，沈佳宜，但是场上缺少像张合这样的武将，那这控场达不到啊，控场达不到，要保将军周全。哎呀，又是特效啊，又是特效，五毛特效带起来。猴子跳出来了啊！这个时候出来正面刚，正面刚的话，顶多打一打，他要把夏侯惇锁起来。其实夏侯惇这个铁锁，我觉得魏将啊不太适合大铁锁，除非都残血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手里有硬性输出，否则啊基本不太那个。那么这一局三位抱团有联动，有联动，但是大家注意啊，这一局我们输出好不好输出啊？夏侯惇的话顶多就往那边突啊，往那边突，能带走二号位可能还有希望啊，还有希望。那边又开了晚间，这晚间一开的话应该是飞吴啊，飞吴、飞吴整体的话应该也不是队友，这个时候啊不太存在队友了。如果有队友基本啊应该来说是那个
要出来的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教主在我们后卫，我们没法改判啊，这个就很尴尬啊，很尴尬。武将襄阳也跳出来，身体要紧，天命，天命，再来，乐不思蜀。现在整体的话，打襄阳轻松一点啊，年奴最后吃我一击。当然这里好像恐龙强就取你小命，再来啊，再来。这里强行带走襄阳已经很不错了啊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虽然尝了一个 boss 啊，他还不全出，但你不全出那就是个死啊。宽带将兵。那么现在我们这边不太好打了，目前就不太好打了。打压教主，然后呢，乐不思蜀控住孙金啊，恐龙教主没有距离，到时候一号位在那边的话，可以打一打夏侯惇。整体啊，整体这里的话，这一刀很可惜啊，这一刀很可惜。这一刀如果刚才能够带走的话，三 v 三，但是这个三 v 三很尴尬，曹红和典韦都各自一血，你说怎么打也不太好打啊。吾乃天下大之子，为我所控，怠慢之处还望包涵。雷公助我天命。这里啊，这里就没想到比较那个，差一张牌啊，差一张牌。哎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你不改判又不行，对吧？很尴尬。那这样的话，曹红应该来说是崩了。真的没想到啊，基本啊，基本爆弹结束。典韦应该来说分分钟也是要被撸走的。当然，一撸走之后，群雄的教主在这边啊，局势基本结束。那么最后又是一个四人麻将局，四人麻将局的话，一号位铁定要出来，你不出来就往死里打，就往死里打。对吧？恐龙这边还给的话，那基本也是，出来混，你得早晚要还。也不太啊，也不太有那个有希望啊。那你说孙坚，我们这边就硬上你恐龙，你还怎么干？对吧？不好干啊。严以律己，宽带将兵，先吃桃再说。我们选择了砸暗将，你不出来，不出来就砸到死，对吧？不出来就砸到死。想要玩猥琐那就不行了，自有制衡之道。W 杀死他，我们这边啊跟孙权嘛形成二 v 二对峙，你还怎么打？对吧？这不需要你一号位在这边，所以你不去不出来的话，我们这么个打法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有可能容易遭到仇恨啊。除了群雄，一号位反打你一波，你是真是没有办法的。南蛮入侵那边炸一锅，我们直接选择了桃子强行捞他手牌啊，强行捞他手牌。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可以直接。那么这里啊，这里要跪了，一号位要跪啊，吃桃，又有桃了。那看来刚才那一桃啊，卖得够啊，卖得够，你们控暗将控住了效果，那我们瞬间成为独苗，你为全无四逼呗。主持人打得非常好，想法非常好，以我之真气，对吧？就是不让你暗将得逞啊，所以的话，这样的话，整个一个效果出来之后，那么很不幸啊，很不幸，还藏着大师啊，多么心机啊，多么心机！那他这个被炸着啊，应该是体无完肤啊，想要猥琐，我们却不让他猥琐，所以这里要注意这个策略啊，值得大家去学一学。像到了这种控场的时候，那就不能让你暗将跳出来，不能让你暗将跳出来，你不自己亮我就打你出来。好，那最后的话，二 v 二打全雄，全雄崩，崩完的话呢，最后三人制衡啊，三人制衡呢，这边孔融董胖应该是最弱的啊，猴子跟我们这边应该来说要互相撕逼的，那猴子的话也不好打，那人家毕竟有阴魂啊，毕竟有阴魂，我们这边不用我多说，老牌这啊刺头啊刺头，那么顺着转阳撸我们一刀，现在我们有点危险啊，孙坚他一旦能把我们撸下来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呵呵了，岂能空手而归。这里他还不如拿装备啊，自己骑一骑。你都决定最后啊，这边要啊想要取得胜果，那你还不想着撸一撸装备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加一啊，这个地方什么的撸撸装备啊，求我们断杀呀。不等
必一击制敌。那么最后我们这边就是被迫跟猴子单挑，被迫跟单挑，单挑谁都想跟恐龙单挑，但是哪有那么的好的机会？最后就是互相刚，互相刚的话，注意啊，打孙坚打猴子不用我多讲，一定要耐心啊，一定要耐心，扣一血两血问题都不太大，但是到啊，那你看啊，他残血的时候他还想着回血，对吧？他还想着回血，我们这边正常打一血还是比较好打的啊，没有太大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了换寒冰去控场啊，单挑神器嘛，单挑两把武器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寒冰和灌石啊，寒冰和灌石，寒冰能把你前期对方某些积累的牌直接给扒光，灌石不用我多讲，强行命中，你再怎么牛逼的防御武将，基本灌石底下无活口，灌石底下无活口。那么你看就是这么轻松啊，打到对面光杆司令啊，打到对面光杆司令，我们还望包含拔一下哈，制衡之道，决斗早晚要还的，万箭齐发，乐不思蜀控住。最后那边的话没有大动作了，还望包含。瞧啊，就是这么那个。所以的话整体到了最后啊，这边我们主视角依然打得非常好啊，就是要稳打稳扎控你猴子，打到两血的时候，基本这个时候啊续爆就很关键了，对吧？要想着续爆，在最后的时候一击制敌，控两血直接带走。来，他这个时候也想着回血啊，决斗怨笑恨极，不怕呀，闪人王那要了有何用，冰凉冰重啊，但是我们有这个杀一刀，哼，杀一刀。现在的话装备没什么优势了，哈哈，直接被人撸光了。这里我们刚才主要分析的是一个正面的，就是说司马如何打猴子。那我们从反面上来讲，孙权如何去刚司马呢？对吧？应该来说整体棘手就棘手在司马这儿。那么我个人啊，我倾向于裸装啊，什么装备都不装，就让你去打呗，对吧？你装一个装备，司马只要屯逃，到时候肯定直接掉血反馈啊，直接掉血反馈。所以你这样孙权你最后装了一手装备之后，会形成一个很尴尬的境地，我究竟是打司马还是不打司马呢？对吧？如果打司马，我的装备就全掉了，有的时候甚至就直接被放风筝，当然现在我们有闪电的优势啊，直接控了他的血线。你看扎圈，你看啊，打到现在他不敢扛你啊，杀我们拿呗，有头等你啊，这个就涉及到以前那个玩那个一 v 一单挑的时候啊，我当然一 v 一单挑玩的不是太好，但是我在针对司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一般都是裸装的，裸装打其实你会有一种背水一战，我啥时候都敢刚你，对吧？除非手里有桃我不敢刚，其他我随便刚你呗，你反馈，对吧？赤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所以的话扎群在这里啊，畏首畏尾，最后啊一旦跟司马单挑，基本啊就不用考虑装备了，你说你最后五六锦衣有啥用？没有太大的用啊，还望包含国寨桥直接一击制敌，对吧？最后这个当然我们也一血了，也比较危险啊，但是你想啊，孙权刚才真正的开始输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自己的装备没了，他才敢输出。如果按照我说的，就是说你早一点就那么已经做好这个决策的时候啊，我就是那么猥琐啊，就是不装装备，装备全弃啊，我干嘛要装上送你司马？不可能啊，我就裸打呗，四张牌在手啊，四张牌囤着，下一回合两张牌你反馈，我全是杀闪基本牌，我就可以打司马，对吧？好，这是这一局啊，我们主视角。前期你比如说砸暗将的这种啊，然后后期稳打稳抓怎么扛猴子啊，这种打法都非常好，这一局我觉得值得大家那个啊。第一局的话倒是主要是将面上的一个优势啊，低嘲讽优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，的话是香香大师啊，那么
就这样。山羊大石头啊，基本也是要藏，也是要藏嘛，就跟上一局那个大师啊，大僵尸一样啊。那么这一局我们看一看，一号位倒是开了一个南蛮开局啊，可能飞队友了。南蛮啊，开万剑我可能还犹豫一下，开南蛮的这基本都是混蛋啊。嗯，一旦有了金熊啊、巨象啊这一些啊，这就是反复利用啊，这坑的就是你无将啊，很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。所以的话，这种武将一般，对吧？这打鸡啊，打鸡鸡！哦哟，这还司马鸡。谁的？都是我的。哎，这还有免费送血的，好评啊！董胖，你的恩德我记下了。来，白银回血，九龙。这里你有个华佗，你还把董胖放主将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个不知道怎么想的。这脑子有坑呢，请休息吧。那么队友跳出来先控一下位将，他现在跳出来打的话的问题倒不大啊。那么现在的话整体啊，哦，那边还在搞四号位飞群，是三位了。这个时候这个位置开了一个五谷啊，现在整体的话这位将肯定嘲讽巨大，这不打那打谁？再加上如果大真姬出来的话，基本三打五。三打五郭嘉这边一血残的状态的话，可能啊魏将不太好抗。有决斗，有逃，有过差啊，当然把我们这边控到了一血，然后就 over 了。那我们这样大师的话肯定要跳出来，你比如说这边四张都可以换啊，都可以。见面分一半，好，换到一张加一好评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继续来了。现在整体呢，我们需要一个奶的人啊，需要奶子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奶子的话，董胖可以考虑啊，跟他睡一睡。大乔的话可以考虑把主将亮出来，然后到时候掉血，对吧？就是这么简单。七号位的话，这个位将应该来说落实了。这肯定是飞舞啊，肯定是飞舞。是不是魏的话应该来说宁硕、啊、他打大乔嘛，就利用大乔的借刀杀人，对吧？一坑二，一石二鸟之计。九鲁灌石要强重了啊，看看能不能录下去。没有九，那么这个九鲁大位直接崩掉，这么一个大 boss 好评啊。所以我们刚才上一局说灌石啊这种武器啊确实 bug。决斗打一下八号位，敢刚我们这边以和为贵。这里的话，大乔主将应该来说可以亮出来给我们睡啊，这还不亮。哦，这一刀非常关键啊，那南蛮万剑都在手里续着。心机表。最后的话，董胖就是一个小国了啊，看戏了，魏无私逼。但是魏无私逼这里注意啊，队友救的好啊，我们这要起死回生了啊，这装备一撸，嘿嘿，看我的厉害，锁锁连环，扇子一扇，哼，哦，不是没有扇子了，刚才已经把灌石装上了啊。他好，我也好，好评啊，这里就是要跟你睡一觉啊，所以大乔主将也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亮，这个时候才想到亮，哎，这太坑爹了。请休息吧。但是这里注意啊，董胖其实有点尴尬啊，那么大乔香香大师香的话，这边应该来说基本不死的话，其他势力不太有戏。那么撸走我们的话还是可以的，你毕竟周泰在那边嘛。魏延反而扎一点，每回合只要保证有两滴输出，魏延基本就是个死啊。你董胖跟大乔联合呗，大乔还有方便控场，对吧？但是你想着如果把香香留着，最后希望跟老诸葛跟吴将去单挑，那个就不太合理了。我们这边你想想看，有大师，有香香，双爆发。我们这里跟周太睡啊，这还睡上瘾了啊。太师到底活好啊，到底口活好，这个直接都忘了睡队友了哈、啊，都忘记睡队友了。整体的话，这一局基本应该是尘埃落定了。虽然还有六分钟，基本就是磨
董方和老诸葛的空城啊。我们这边一血也残的啊，是个危险的时机。但是这边竟然没有杀啊，竟然没有杀，这个很尴尬。这个尴尬点，这绝对是给我们机会啊，瞬间满血恢复，这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如果说我们刚才这里死的话，最后还有可能老诸葛能赢啊，很有可能老诸葛赢，对吧？中泰的话，这老诸葛克他分分钟的事情。知天意，逆天难啊，逆天难。董胖啊不够果敢，可能还是太年轻啊，等级有点低，就是经验不太多啊。大师箱这个太 bug 了，你看啊，从一血他就能那么大恢复啊，身体要紧，你看这大师的作用不可忽视啊，不可忽视。大乔这边还有空城，最后还有一分钟呗，基本就是快速解决战斗啊，快速解决战斗。与我为敌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老诸葛这 EVR 肯定是没有希望，而且我们是满血，对吧？怎么打？打不动啊。董胖其实本来主要可能是想看戏的啊，想看戏的，但是最后由于我们这里的话。太强啊，大师箱一回合爆发四排到手，然后再加上地盟配合消击，所以这个过盘量的话，你一旦小瞧了之后就非常坑爹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，这是一个全熊了，这是一个全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局，这二号位上来就火攻，是笑纳笑纳啊，那我们就强行撸过去呗。当然这里啊，他四姐将这么开局搞的话，有可能是未将，但是人家这个火攻可能就是逗你玩啊，逗你玩。四号位桃园加借刀啊，这个倾向性不是太明显。五号位不动，非无偏位一点啊，非无偏位一点，或者说就是我们队友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啊，偏魏权一点啊，偏魏权一点。那么这个又往下下躲啊，就魏将啊，魏将现在的话这个基本战火已经打响了啊，战火四起，撸我们一刀可以当气坑地而死，这也太尴尬了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太尴尬了啊。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地慌。哎呦，又是飞位啊，又是飞位，那这没办法，你这位将太多啊，位将太多，既然比我还快。当然我们的话菜带在这边啊，基本很少有人前期敢吃菜了。这是比哦僵尸啊，最后这搞来搞去，你都我们都猜错了，我们都猜错了。保佑无耳之戒，那谁让你盲狙的？谁让你盲狙的？那他的戒刀这个指向性一点都不明显，但是你去那样打的话，指向性就太明显了，对吧？你那样打指向性太明显了，要么是盲狙位，要么就是人头拳啊，要么就是人头拳。五号位这边还去乐我们的话，基本就是飞拳啊，飞拳，飞拳呢偏无啊，场上的话无将居多，无位呗，无位。蜀国不该这么打啊，蜀国不该这么打。好，那边的话短一下猴子，灌石强撸而中，给我们虽然好，但是给我们虽然好，但是这里，乐不素质搞掉了啊，乐不素质拆掉就好评。南蛮入侵打一波，那么现在啊，这里的话全雄又成为了嘲讽的阵地了，嘲讽的阵地。大悲哥，那么恐龙和我们悲哥之间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的啊，也差一个华佗啊，差一个华佗，铁三角嘛，铁三角调戏，对吧？你要刚吗？要不要刚？足啊足。
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二 v 三了啊，二 v 三还是一个小劣势吧，小劣势。逆天难啊，这竟然是小鼠。刚才我们这里又判断错了，哎，没办法，打脸就打脸嘛，今天脸有点疼呢。但是他小鼠的话，刚才他是难道看过恐龙还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恐龙的礼让有过暴露？以治人之情，我们注意啊，这白银的话留着到时候可以回血，留着可以回血。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酒炉灌石强撸了他，对吧？强撸了他。但这个嘉义人的什么鬼啊？嘉义应该留着吧，对吧？嘉义，你这距离，看我的厉害！冰凉寸断，控住，羡慕吧？对啊，嘉义刚才应该留着，那宁可扔头啊！这嘉义我觉得非常宝贵的牌啊，可以高歌。现在基本二 v 二还是比较好打啊，比较好打。当然我们貂蝉基本就存在一个过牌，悲歌防御啊，有攻有防。嗯，攻的话不是太明显了，貂蝉没有什么用了，没有男性角色可以调戏。除非调戏赵云和孔融，但是赵云在这哪敢过分调戏，对吧？现在整体的话就是不动魏延，动僵尸啊，动僵尸。你而且魏延之后挂了一个神盾甲，想要想回血都难了。那基本魏延你不想办法掉血的话，基本是没戏了。而且这里，当然魏延的话他还存在一个吸血的矛盾技能啊，最后还藏了一个马老板，基本这一局结束了，基本这一局结束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藏的也算比较好吧，也算比较好。这个一藏，最后爆发，轻轻松松啊，轻轻松松。调戏，这个时候就敢调了，这个时候就敢调了。队友藏的也不错嘛，队友藏的也不错。这一局基本就是小局了啊，小局了。防御能力比较强吧。好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的话。这不用我多讲，哎，这个我们这夫人啊，大鸡鸡啊，跟那个公公啊跑了，这曹丕估计一头绿了。叮叮叮噔啊，二号位弃牌，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再弃啊，再弃。现在的话肯定是低调了，这越是 boss 越要藏啊，有的人就希望把 boss 啊先拉出来溜一溜，大部分时候都是溜败了啊，被溜穿了。貂蝉拿到手酿，这就呵呵啊，这就呵呵，你奈我何。这样的话一个 AOE 炸出两拳啊，那边还继续往下压打，还是拳熊嘛，这拳熊有点多啊，拳熊有点多。国差小决斗骚他呀的，呼呼，这就尴尬了。有桃子捞起飞拳啊，飞拳。当然飞拳的话，这里克大拳，它并不一定说是魏国了，只能说可能性比较大。它有摸牌阶段的有毒条，四血将摸牌阶段有毒条的话，应该来说不太是无啊，不太是无。那么摸牌的毒条的话，魏将和蜀将，蜀将里面的话有谁呀？蒙过啊，然后还有谁啊？再看啊，再看。那么现在的话，大权啊，大权这边还是比较强劲的。南蛮一开，四爷要摸牌也是谁的？我老实忘啊，老实忘。主要还是自己不常打吧，不打的话就这个概念不熟悉啊、嗯。为我所控，去港国家。港国家这里甲鱼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很有希望。他这个毕竟玩杀文丑师爷，这明的是手里有一套啊，明的是手里有一套。那最后一刀带走，竟然比我还快！哎呦，这桃子啊，这桃子丢的，让人心痛啊，让人心痛。那么八号位的话，魏将里面许褚啊，想起来许褚的话有可能啊，其他的话还有谁呀？嗯。杀我们一刀，连个黑都没有啊，连个黑都没有。那么大家如果注意，我们刚才已经姨妈红了啊。嗯，许褚啊，许褚，脱也脱不了了，被冰冻，吃我一击，只能强行短化夺了，吃我一击，杀一刀啊，带不走。
那么这里华佗挂上人王，乐不思蜀出去控场，控场可以是可以，那么就看我们姨妈红啊，姨妈红这就很尴尬，翻面就好啊，翻面就好，来再杀一刀，足，没逃了吧？还有，还有一刀，你还有吗？华佗肯定是被榨干了啊，救不动哈。那么最后弃牌，当然这里注意啊，我们被翻面了之后啊，也是存在一个变数，所以这一局啊，花落谁家还要再看。寻雄，你想想看啊，又被冰娘，这分分钟又是呵呵了。当然他拿血线喷华佗没有问题的，这里肯定是保我们啊，他这个冲刺保我们，对吧？最后很有可能许褚贵，我们跟哦都督去搞了教主，还送了我方片。好人呢，好人呢。当然许褚的话这边应该是要跪，最后我们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都督啊进入决赛啊，跟群雄对峙，对吧？这瞬间呢还是很明朗的一个局。主公快走，乐不思蜀控制孙奔，现在的话教主明逃，我们如果来个杀就是姨妈红啊，又是姨妈红，这太尴尬了。那这里我们没有基金的九杀教主啊，当然你杀不死人家明逃啊，明逃，所以的话最后留娘九，刚才可以九丈八嘛，但是你这个不划算的，有逃收不回来，对吧？这里强行带走了貂蝉啊，强行带走貂蝉。那么剩下一个教主的话基本还是不太担心，只要你稳一点。那么都督应该来说高嘲讽，现在尽量啊留着教主单挑啊，把都督先带走啊，把都督先带走。冠石强弩，嗨，终究还是不行啊，人家掌握先行行动力。南蛮九路让你一波行动过分啊，对吧？这个局面啊，最后主要是都督啊，我们这里手里续了酒。都督的话，当然我们这里运气相当不好啊，其实完全就靠着一个白板能力，对吧？你洛神完全没有发挥啊，所以这一局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局哈，甄姬各种大洛神落不中，很尴尬，很尴尬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看这种就是看这种怎么讲呢，天时地利吧，你一旦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之后，你即使白板又怎样，也能赢啊，也能赢，对吧？我们周天的时候不是还出了一部那个双白板野心家哈，最后赢了的局，对吧？这你哪说你去，你有技能又如何，打不过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的国战就到这里，最后谢谢大家。